迁洛院使，知贵州兼广西前辖，到江陵、会安化蛮犯边，官军不利，仁宗遣中人去申己讨之。申己日也，即驰至宜州，善弃甲木丁状，转粮饷，由三路已尽。申己陵军单骑出阵，与求豪曰：“朝廷俘汝甚厚，汝乃自取灭亡耶？今我奉天子命来，汝听无言则生，不则无教累矣。”众仰泣。罗拜曰：“不图今日再见冯公也。”明日，蛮渠弃兵谢绿众将。军门初，步促以赴江未逆，申己曰：“纪律不明，主将也，斩。是何罪？请于朝，待其死。”以劳迁西上阁门使，知宜州。乐善蛮寇武阳，申己遣御祸福，蛮大悦，西海所掠。又末世堪复，显强侠，超节边户，为疆场患。申己设伏擒捕，皆至于法。迁果州团练使。在乙二年，徙贵州，改右五位大将军，守本官分。司西京促使安化蛮叛，屈西犯应募集贼。贼平，西犯亦却，自言其功。朝廷下宜州，申己为西犯无功，望要赏，遂编管泉州。其后西犯遁归，谋为乱，欲杀申己，领外骚然，义者皆罪申己焉。贾昌朝，字子明，真定霍路人，进使官伟之曾孙也。天禧初，真宗长旗古南郊，昌朝献送道左赵氏，赐同进士出身，主进灵补，赐对便殿，除国子建说书。孙氏叛奸，独称昌朝讲说有施法。他日书入随，为处后传示昌朝曰：“君当以经术尽，如二公为颍川郡王院伴读，在迁殿忠臣，立之宜兴、东明、显。世事读尽中，以老辞，见昌朝自带赵氏中书巡抚国子兼说书，上言礼母之会不出于宫，今张献太后意悦至除。PG 1127，由会复明，非尊宗庙也。赵从之。景佑中至崇政殿说书，以受昌朝。宋说明白，帝多所直问，昌朝请记录以尽，赐名耳。因言亦记住，加职及衔院。太平兴国四灾，世系大禹震雷，朝廷亦修复。昌朝上言义震之相曰：“见雷震，君子以恐惧修审。近年四官屡灾，此代天事警告，可勿擅治，以示为天爱人之意。”西域僧献佛骨铜像，昌朝请加赐遣骸，无以所献事中外。西行其言，天章阁致事讲，亦守命昌朝。累迁尚书礼部郎中，使管修撰。刘平为元昊所执，编立乌平将贼，亦收其家。昌朝曰：“汉族杀李陵，陵不得归，而汉悔之。先帝后辅王继中家，中的继中用，平氏未可知，始收其族，虽平在，亦不得还矣。乃得不收。”卓之至告，
权判吏部留内权监事奖。初，权法县令俸钱满万二千，乃举令。昌朝曰：法如此，则小县终不得善。令请盖举令，而与之奉如大县。晋龙图阁直学士，权知开封府，迁右谏议大夫，权御史中。陈兼叛国子建，议者欲以金增旦契丹使公元号。昌朝曰：契丹许我有功，则责报无穷矣。立止之，乃上言曰：太祖初有天下，兼唐末五代方正五臣，土兵牙校之盛，尽收其威权。当时以为万世之力。即太宗时，将帅率多救人，犹能仗威灵。秉承算，出师御寇，所向有功。晋遂恩信子弟，仕除传，吊名。欲多非勋劳，作曲五绝，折冲攻守，彼何自而知哉？然鞭鄙无事，上的自容。自西羌之叛，事不练习，将不得人，以履役之将欲不练之事，故战则必败，此萧方正太过之必也。况清酒恩信初即为将，素不知兵，一旦负以千万人之命，是屈之死的矣。此用清酒恩信之必也。金阳重勋李昭亮上人鞭鄙，望速选士代之。方正守城无数更易，刺史以上一胜所受矣。 PG 1128。 逮有功，此就必之一端也。右上被编六世，其一曰御将帅。自古帝王以恩威御将帅，赏罚御士卒，用命则军阵行而战攻击。太祖托求冒赐王权兵曰：今日居此卧，尚寒不可御，况伐蜀将士乎？此御之以恩也。曹兵李汉琼讨江南，太祖召兵至前，立汉琼等于后，授以谏曰：父将以下不用命者，得专录之。汉琼等鼓励而退，此御之以威也。太祖虽削五臣之权，然一时赏罚及用才及事，皆听其专。有功则赏，有败则诛。今每命将帅，必先一二，非尽信不信，非因就不违。今陕西四路总管而下，前辖都监巡检之属，西参军政谋之未成，是以先漏假可以否，上行下立，主将不专号令，故动则必败。请自今命将去一二，推恩惠，务则以大孝的一切便宜从事，偏必有不听令者，以军法论，此欲将之道也。其二曰复土兵，今河北河东强壮，陕西弓箭手之类，土兵以法也。河北乡兵其发已久，陕西土兵数为贼破，存者无几。臣以为河北河东强壮，以照晋臣详定法制，每乡为君，其才能绝类者，及其姓名地补之。陕西藩落弓箭手贪照目前物力，月入梁凤多就秦业为迎宾，以忧负田畴，使力跟死战，是为边用，可以减屯戍，省功溃矣。内地州县增置攻守，如乡军之法而越视之。
其三曰训淫促。太祖朝令诸君无的食肉衣帛，饮舍有粥，酒肴则逐去，士卒有福增采者吃则之。一时被铠甲，冒霜露，战胜攻取，皆此曹也。今淫促骄惰，临敌无勇。旧历三年转元，未知落权正受，虽未能一此志，即不必一历史为总管，前侠则有才勇可任将帅者受之。况今之兵仗制造，殊不适用。一案八阵五兵之法，以实教习，使起殿有次序，左右有形式，前却相附，上下相援，令之曰：施一队长，则斩一队。何律？PG 1129。众不为用乎？其四曰致远人。今四夷荡然与中国通，在北则成契丹，其西则成元昊，二国何从？有计较中国之事，届时以遂必击迷之，臣恐不可胜算。古之北边，西有京城、上郡，北则云中、雁门。今自苍之秦，绵亘数千里，无山河之阻，独是州县镇戍耳。遂所攻善，又部下数千万，一股不熟，或至狼狈。契丹尽遂兼用，燕人治国，见官一同中下。元昊据河南列郡而行赏罚，此中国患也。一度西方诸国如沙州、古斯、明珠、灭臧之族，晋北如黑水女真、高丽、新罗之属，就通中国，牧人往使，又知使归。我则是分而幸身，体解而瓦裂矣。其五曰随藩部。属户者，边陲之平汉也。言有精明，府有丰州，皆容人类富之地。朝廷恩威不利，强敌破之，塞上诸州，渺烟孤垒，藩部既坏，土兵一衰，破敌之日，未可期也。臣请陕西援边诸路，守城接待，安抚藩部之民，则其族大有劳者，为求帅，如河东折事之笔，庶可为无藩篱之故也。其六曰景参后。古者守封疆，出师旅居，则有行人之参国，战则有前茅之律吴，其景如此。太祖命李汉超镇关南，马仁宇守瀛州，韩令坤镇常山，贺为中守益州，何济云领地州，郭靖控山西，武守齐戍晋阳，李谦普守袭州，董尊会屯环州，王衍深守元州，冯继业镇灵武。管阙之力，西蜀之军中，听其贸易而免其征税，边臣富于财，得以为间谍，羌夷情状，无不预知。二十年间，无外顾之忧。今日西彼任边事者，敌之情状与山川道路险易之事，绝不通晓，使倒不测之冤，入万死之地，干扰徒的狼狈相及，何以破敌至胜耶？愿兼一组任将帅之志，边臣才用西以为之，目敢勇之士为爪牙，临阵自卫，无杀将之辱，目死力为参后，而望敌之来，无献兵之耻。书奏多施行之。 PG 1130。昌朝请度经费，罢不及，赵与三司合议，遂所省民钱百万。
又言朝臣七十，精力衰者，宜依典故治事，有功状可留者，勿居。因书冒昏不认事者八人，令治事。庆历三年，拜参知政事。上言用兵以来，天下民力颇困，请召诸路转运使。吴的臣吏辄便苛律，须苛责者，悉听奏裁。虽奉旨及三司文仪，于民不便者，亦以上文。以工部侍郎充枢密使，寻拜痛中书门下平章事及咸殿大学士，人兼枢密使。居两月，拜昭文馆大学士兼修国史。元号归时元孙，亦赐死。昌朝独曰：自古将帅被职，归者多不死，元孙由是得免。赵有司一生父奉祠庙三后，有司论不一。昌朝曰：张献母仪天下，张翼旦欲圣功，宜如降服生父元德。皇后故事，张惠于陛下有慈宝之恩，当别享奉祠庙如故，乃奉二后神主，生父真宗庙，密诏千中外官一等，优赐诸君。昌朝与同列隶书，乃至又召千二福官，亦故辞。元号既款赋，请宰相罢兼枢密使。六年日时，帝谓昌朝等曰：折见于天，愿归罪正宫。卿宜究明疾苦，思所以立安之。昌朝对曰：陛下此言足以泯天变，臣敢不夙夜孜孜以奉陛下。帝又曰：人主惧天而修德，由人臣为法而自兴也。昌朝因顿首谢。明年春，汉帝必正寝简善。昌朝引汉灾议策免三公故时，上表其罢。参知政事吴玉树与昌朝争议上前，论者多不值昌朝。有相受者之勇进军，宜通判赠己，诬以事，破令自杀。高若讷之审行院赴昌朝议，欲从轻坐。吴玉力争，受促减死一等。未己若讷为御史忠臣，言大臣廷贞不肃，故于不识弱，遂罢御而除昌朝武圣军节度使、检校太傅、痛中书门下平章事、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、河北安抚使。帝赐营侍监于寻以讨备周贼。有功，移山南东道节度使。杨协言贼发昌朝不忠，不当赏符。PG 1131。从契丹据王簇勇抗者，号投来南军。鞭法簇王自归者死。昌朝除其法，归者折千补，于是来者稍重，因连之契丹事。契丹遂拒王簇，处南军不用。边人以地外职，契丹故稍清边界。昌朝为立法，执地而主不识孰，人得孰而有之，遂于得西赋。三司使叶清晨一用河北库钱，昌朝隔诏不与，清晨论列部。乙，遂出清晨河阳，徙昌朝叛郑州，过却入境，留为祥元官使。拜尚书右仆射、观文殿大学士、判尚书都审、朝会班中书门下，是其一物。遂中求外，复除山南东道节度使、右仆射、检校太
师兼侍中，判镇州。故辞仆射，侍中，改痛中书门下平章事。赐中谢，自昌朝始也。母丧去位，扶除，判许州。赵对尔英阁，帝问乾卦。昌朝上奏曰：乾之上九称，亢龙有悔，悔者凶哉。之盟遥在亢极，必有凶哉。不言凶而言悔者，以悔有可凶可。吉之意，修德则免悔而获吉矣。用酒，见群龙无首，吉。圣人用刚健之德，乃可绝万机。天下九圣，柔不可以济，然亢而过刚又不能久。独圣人外以刚健绝世，内以谦恭应物，不敢。自今为天下首，乃吉也。首诏优达。又言汉、唐都庸，至三府内亦京师，朝廷都变，而近今诸郡皆属他道，制度不称。王姬，请西京东之曹州，京西之城许、华、镇，皆立开封府，以四十二县为京畿，帝纳之。将行，命蒋独官建于资善堂，复判大名府兼河北安抚使。时何绝商胡，昌朝请复故道，不从。禹在，何渠至。六塔功败，兵、地、德、伯民多水死，昌朝镇旧之胜利。内侍刘辉往事，还沿河绝赵真村，与地名贤为不祥，时皆为昌朝使之以尧当国者。嘉佑元年，晋封许国公。又兼侍中，寻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枢密使。三年，宰相文彦博请罢，见官御史孔昌朝代彦博，乃相。PG 1132。与言昌朝见大帝，别创客位以待宦官，宦官有矫制者，枢密院事不至，遂以镇安军节度使，又仆射、检校太师、侍中兼充警临公使，出判许州。又以保平军节度、陕州大都督府长史一大名府兼安抚使。英宗即位，徙凤翔节度使，加左仆射、凤翔尹，进封为国公。至平元年，以侍中守许州，立祠府许。明年，以即留京师，乃以左仆射、官文殿大学士判尚书都审，卒年六十八，谥曰文元。御书墓碑曰：大如元老之碑。所著群经，应变、通纪、时令、奏议、文集122卷。昌朝在侍从多的名誉，及执政乃不为政人所欲，而数有功其节宦官功人者。初，昌朝侍讲时，同王宗道编修资善唐书籍，其实教授内侍，见官无欲奏罢之。及张方平留唐寻，而寻赠御，是以为昌朝职也。然言者为昌朝侍宦官矫制，后验问无事实云。子张管阁教刊，早逝。清朝请大夫。弟昌衡。昌衡字子平，举进士，为子州路转运判官。古人请赴顺景，言立世会多寡为先后，昌衡亦随月日给之。庐州边夷蛮，故时守以武力，昌衡请由东权调选蛮区马来士，
官地其粮奴为二等，上者送秦州，下者折亲孤侄而易买，昌衡请严禁之。喜提点淮南行御、广东转运使，喜两浙路。西宁更法度，何立志、昌衡数以利害闻，神宗讲其论奏中。一赵为户部副使，提举事一司、客县，增至右谏议大夫，加及贤殿修撰，知河南府、历城、运、应天府、邓州，以正义大夫治事，卒。从子言，言字长卿，以昌朝英，更立管库，积迁至工部侍郎。郑和中以显摩格呆至之应天府、喜运州、永兴。初，陕西行铁钱。九，毕义卿。蔡京设法尽敛之，更助加息钱，必稍重。今去乡，转运使李惠、陈敦复见所敛已多，俱请罢住。铁钱既复行，其PG 1133。卿家初，自官以西皆罢市，民不聊生。言独一切持敬，听从其便。其后，宣徽使童贯又以两者重卿相行，遂尽废加息不得用。民亦以为苦。言喜之延安，因表言，前法屡变，人心悦惑。今人以为利者，臣见其害；以为是者，臣见其非。中产之家，不过处加息钱一二万，既弃不用，则唯有守钱而死耳。边忙生李萧条，官又一再变法，陆延去敌破境，民书不安。民不安则边不可守，愿得内郡以养母，乃命为颍州、魏行、复留。又与冠至江氏不和，冠举之，改河阳，又改邓州。加之学士之永兴入队，留为工部侍郎。冠迁书枢密院河西、北两房事，从邀言俱往贺，言曰：故使无迁书两房者，彼非执政，何贺？为会以急促，年58。赠迎清光禄大夫。昌朝伯祖父偃，偃字季华，晋中书舍人，给事中委之子也。以因受灵资，雍丘逐步，力通叛李州。太宗引经，奏以为开封府推官，加左赞善大夫。即即位，超拜左正义大夫、枢密直学是魏己擢三司副使。太平兴国二年，卒。偃封神俊枕，有力干，左太宗居幕府凡五年，勤于所职。昆弟五人，偃最幼，即偃立官而诸兄相继死。偃抚寻孤幼，具足凡百口，分给衣食，庭无谏言，士大夫以此称之。偃子时焚时置军器库室，交趾离环之篡丁玄也，朝廷以孙权兴将兵讨焉，时与王尊同掌军事，离环伪将，权兴信之。君遂北，时尊并作师律诸焚至殿中臣。时子昌福赐同学究出身，焚子昌林弟进士为屯田员外郎。梁氏字仲贤，东平人，翰林学士号之子也。少孤长疾，父遗文集所自者已尽，真宗曰：梁浩有子矣。受秘书沈震，字
为开封公曹，知昆山县。徙吴州，奏罢南汉时民间折税。更举进士，知淮阳军，又奏减京东域买百三十万。论景右舍，书不当路诸梁后，仁宗记其名，寻诏为省行祥义官。PG 1134。子州妖人白燕欢依鬼神以祖杀人，欲惧以无伤宴。世伯曰：杀人以刃或可惧，而祖可惧乎？是甚于刃也。卒论死。有鸟似鹤及端门，稍下及庭中，大臣或唱以为瑞，是曰：此也。鸟入宫廷耳，何瑞之云？常与同院宴宿奏和赐公案，帝故曰：赐公似是汉时人字。宿不能对，是进曰：盖宽饶，皇霸皆自赐公。帝曰：应循。是家事亦弃之。他日宰相拟事提点刑狱，帝曰：孤留之。四谏官有阙，可用也。遂拜右正言。临与游中指示蒋天张阁，是书其过。右言下手晕为将。无功，不宜复点右密。会复党任中师执政，以贤改执使馆。修起居住。奉使陕西，与范仲淹调边机十余事。敬之至告全，发遣开封府，遂于出之兖州。来吴野铁为民病，当役者律破，产以长，是牧人为之，自是民不忧野户，而铁遂役。再迁枢密，执学士之兖州，告归至葬，过京师，得入见。自言前为朋党，己逐留为翰林学士。御史交合之，以侍读学士之禅州、喜秦州，入之审刑院，擢枢密副使。张尧左一日除四使，言者真之力，帝颇怒。是曰：台谏。论事直耳。尧左恩时过，恐非所以全之，遂夺二使。农至高入寇，移曼书求雍，贵节度，帝将受其降。是曰：若尔领外非朝廷有意，乃遣狄青讨之。贼平，帝曰：相非是言，南方安危，未可知也。迁参知政事，契丹御一国书称南北朝。是曰：宋之为宋，受之于天，不可改也。契丹亦其国名，自古岂有无名之国哉？遂止。敬痛中书门下平章事及咸殿大学士，大当王守中求为节度使，是持不可。张贵妃至桑皇一殿，又以为不可，将以是为元陵使，是言国朝以来无此制，由是进与臣职中不合。是小唱法令，林氏有胆力而多邪治术，不为轻易所许。 PG 1135。御史马尊、吴忠复即论其贪渎护权，罢之郑州。京师查假复公，前四十万名盐铁判官李于清案之籍假据，与立为事内交。于是子弟是出于清提点陕西刑狱，即罢帝即还于清三司，复加官文殿大学士知秦州。古未出建寨，兼为蜀羌所抄，以兵据守，羌复惊疑。是据牛酒，诏谕其种人，
且巴所一兵枪不危患，喜用新军。下人到根区野河西田垒年，朝廷欲振封，以是为定国军节度使，知并州，至泽西父亲的六百里，还知河阳领中武昭德二镇，检校太师，复为观文殿大学士，以太子太保致仕，晋太傅。熙宁三年卒，年七十。赠司空监事，中谥曰庄肃。孙子美少慎终，提举湖南长平。时兴复一法，子美先诛。陆臣一书，就迁提点刑狱。建中进国初，除尚书郎中、中书舍。人邹浩封还之，改京西转运副使。建议大夫陈次生又言，子美元张敦英家连使湖外，臣迎其旨意，一时逐臣在封部者，多被其虐，不宜使在晋畿。即徙成都路，累迁直龙图阁和北都转运使，清曹既已奉上，至捐民钱三百万，是北诸已尽。崇宁间，诸陆曹臣进献于自子美使。北诸出女真，子美事于契丹，契丹是其力，虐女真捕海东清以求诸。两国之祸盖基于此。子美用事至为光显。宣和四年，以及霸为开府仪同三司，提举嵩山崇福宫，卒。赠少保。子美为郡，纵齿残虐，然有干才，所至半至云。论曰：此五人者，皆以文吏为宰相。直中见除一言，士气上意不然，何超迁之咒也？然与刘沆皆寡学少文，惜事用事。冯枕议论多迎合王毅，昌朝明经术而上阿斯，梁氏小法令而邪治术，思君子所不与也。若执中不受私业，沆临氏强果，枕从容易言免位于诸死，此又足称者焉。 PG 1136列传第45。鲁宗道薛奎王蜀子一柔蔡其从子延庆。鲁宗道，字冠之，亳州谯人，少孤，居于外家，诸舅皆武人，颇异宗道。宗道亦自奋力读书，秀所着文业七轮，轮气重之，举进士，为濠州定远卫，在调海盐令。县东南就有港岛，海水至一下，遂九阴塞。宗道发乡丁书治之，人号鲁公仆，改设州军事判官，在迁秘书丞。陈尧叟辟通判河阳。天禧元年，使召两省至谏官六员，考所言为殿罪，首擢宗道与刘烨为右正言。见张由阁门使得进而不次对，宗道请面论。事而上奏通进司，遂为故事。常言守宰去明镜，而无以屈，别能否？今除一手令，虽资才低下，而考任应格，则左司无病。赤故天下清明者，独祸害政，时常二三，欲欲明而美化，不可得意。汉宣帝除刺史首相，必亲见而考察之。今守左虽未暇亲见，宜令大臣言之中书，寻考以言，察其应对，设之以事官。其师为才不孝，皆得进退之。
吏不知则县令放此树的两首在宣著圣化矣。真宗纳之。宗道风闻，多所论列，帝亦颇厌其数。后因对自宋曰：“陛下用臣，岂欲图是纳谏之虚名邪？臣妾耻失禄，请得罢去。”帝抚育良久，他日书殿毕曰：“鲁直盖思念之也。”寻除户部员外郎兼右御德，余年迁左御德，直龙图阁。仁宗即位，迁户部郎中，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，判吏不留。PG 1137。内权。宗道在选调酒，换权格繁密，及之吏所以为兼状，多离。朕之悉皆科条五下，人辨之。雷允公善意山林，赵与吕以简等暗示，还拜右谏议大夫，参知政事。张献太后临朝，问宗道曰：“唐武后何如主？”对曰：“唐之罪人也，己为社稷。”后默然。时有请立刘氏七庙者，太后问浮臣，众不敢对。宗道不可，曰：“若立刘氏七庙，如死君何？”帝太后将同姓慈孝寺欲以大安免先帝行。宗道曰：“夫死从子，妇人之道也。”太后俱命免后臣于时执政多，任子于馆阁读书。宗道曰：“馆阁育天下英才，岂纨绔子弟的？以恩则处邪？”枢密使曹利用事权骄横，宗道屡于帝前折之。自贵戚用事者皆惮之，目为鱼头参政，因其性且言骨梗，如鱼头也。在迁尚书礼部侍郎、祥元官时，在政府七年，务意侥幸，不以名气私人。即具帝临问，赐白金三千两。祭促皇太后临殿之，赠兵部尚书。宗道为人刚正，极恶少容，遇事敢言，不为小敬，为欲德。时居静九寺，常为行就隐寺中，偶真宗吉兆，使者即门久之。宗道方自九寺来，使者先入，曰：“曰吉上怪公来迟，何以为？”对宗道曰：“帝以实言之。”使者曰：“然则公当得罪。”曰：“饮酒，人之常情，欺君臣子之大罪也。”真宗果问，使者俱以宗道所言对。帝诘之，宗道谢曰：“有故人自乡里来，臣家贫无杯盘，故就酒加饮。帝以为忠实可待用，常以与太后。”太后临朝，遂待用之。初，太常议事曰：“刚简。”复改为素简，义者以为素，不若刚为的其实云。薛奎字素义，绛州镇平人，父化光，善术数，常以平静。策干太宗行在，召见不用，罢归。是奎使身抚其手曰：“是子必至公府。”奎举进士，为州第一，乃推与里人王延而处延下。进士及第，为袭州军事推官。州名常据伯森舍一日。PG 1138。到沙寺奴取财去，伯者是至，携偶冤衣罗簇不送州考训屋。福
魁都疑之，白州缓其欲后果的杀人者，喜宜州推官常布丁夫运粮至延州，会酒与粟麦自府，魁白转运卢之汉，请纵明海州而常所失，之汉怒，欲何奏之。魁徐曰：用兵酒，人疲转向，今信兵时有余，安用此城府以困民哉？之汉亦解，凡民所失，悉奏除之。改大理寺城，知莆田县，请捐南闽石水，咸鱼蒲草前，迁殿忠臣，知长水县，徙之永州。州有前奸，遂调兵三百人采铁，而遂入不长费。魁奏听民自采，而所书折备之。迁太常博士，向闽中建为殿中侍御史，初为陕西转运使。赵德明言，延州藩落清其弟黑林平，下诏暗宴。魁越郡籍，德明常假道黑林平，疑闻录视之，德明遂服。未几，作诗举免。数月，启通判陕州，改尚书户部员外郎、淮南转运副使，迁江淮至治发运使。书曹和，废三宴以便享运，尽力部员外郎。父丧，夺哀，擢三司户部副使。与是李氏恒争论事，改户部郎中，直招文管，直延州。赵元昊每遣吏至京师请奉与，吏因事进物，引官算为奸吏。魁连的状，请留蜀道监薄于关中，转至给之。千吏部着龙图隔呆至全知开封府，为政严敏，及断魔所带，地亦加重。使契丹还迁又建议大夫全御史忠臣，尚书论责人求治重节俭，平声色，凡时数事。张献太后称制契丹时萧从顺请见太后，且言南使至契丹者皆见太后，而契丹使来乃不得见。魁使管办折之曰：皇太后垂帘听政，虽本朝群臣，亦未尝见也。从顺乃已或禅云：魁漏尽忠语，改授集贤院学士之并州，改秦州。州粟重兵，经费常不足，魁务为简约，叫明水根锦商算，遂中积粟三百万，征算于三千万，和民引田数千顷，得除粟十余万。家书密直学士之益州，秦民与遗落数千 ，PG 1139。人列魁至状，请留喜书包谕，不许。成都民父送其子不孝，诘之，乃曰：贫无以为养。魁出奉钱与之，诫曰：若父失养，无不待汝矣。其母子遂如初，常夜宴，有数促杀人，人皆奔走，魁密遣不杀之，作客莫有之者。林氏持众名爵多此类也。赵为龙图阁学士，全三司使，遂参知政事。帝谕曰：先帝常以为卿可任，今用卿，先帝意也。俄迁给侍中。帝常谓辅臣曰：臣事君先有客中者。魁曰：保中之道，匪独臣不然也。隶属唐开元，
天宝时事以对，帝然之。迁尚书礼部侍郎。太后夜太庙，欲被服天子衮冕，魁曰：“必欲此，若何？”为拜。立臣其不可，终不见听。及太后崩，帝见左右泣曰：“”太后即不能言，由数引其一若有所属，何也？魁曰：“其在衮冕也。”夫知其可见先帝于地下。帝悟，促以后服敛。因上言请逐内侍罗崇勋等。十二府大臣多罢去，魁的喘疾数辞。魏罢为户部侍郎、资政殿学士、判尚书都审。帝手书进方赐之，小监入见。即巡座，促赠兵部尚书、侍检肃。魁性刚不苟合，遇事敢言。真宗时数宴大臣，至有沾醉者。魁谏曰：“陛下即位之初，历经万几而检验性。今天下臣无事，而宴乐无度，大臣数倍久无威仪，非所以重朝廷也。”真宗闪其言。即参政事，谋议谋所必能之人，范仲淹、庞吉、明杲，自为吏部选人，皆以公府许之。五子以从子为嗣。王曙，字惠叔，随东高子姬之后，世居河汾，后为河南人。中进士第，在调定国军节度推官。咸平中，举贤良方正科，策入等，迁秘书沈著作左郎，知定海县。还为群牧判官，考及古今马政，为群牧故事六卷上之。迁太常丞，判三司平，有李倩思。作举进士失时，降监泸州茶税，在迁尚书工部员外郎龙图阁呆滞。以右谏议大夫为河北转运使，作布吏受囚。PG 1140。降之寿州。徙淮南转运使，勾当三班院，权知开封府。以枢密直学士之一州。神道以峻法，多智之死。有促夜告其军将乱，力辨其伪，斩之。蜀人比之张勇，号前张后王，入为给事中。仁宗为皇太子，与李迪同选兼宾客，复作共举失时，处官。复为给事中兼群牧使。其妻寇准女也。准罢乡且贬，蜀亦降之汝州。准再贬，蜀亦贬引州团练副使，岂为光禄卿之襄州。又徙汝州，复给事中之潞州。州有杀人者，欲以拒，蜀独疑之。继而提典刑欲度掩制，事果变。蜀为坐，便欲计以戒官。立徙河南府永兴军，召为御史中丞兼李检使、李检制使字。此时御卿招应公灾，系守卫者御史御。蜀恐朝廷易修复，上言徙鲁桓，昔公灾，孔子以为桓，昔清尽当毁者也。辽东高庙及高原变殿灾，董仲舒以为高庙不当居临旁，故灾。魏崇华殿灾，高唐龙以一谢公事为戒，一霸之物质，文帝不听。明年复灾。
今所见功非应经意，灾变之来若有警者，愿除其地。罢诸祷辞，以应天变。仁宗与太后感悟，遂减守卫者罪。以而诏以不复善修育天下。又请三品以上立家庙，复堂旧制。以尚书工部侍郎参知政事，以及请罢改户部侍郎、资政殿学士，知陕州、徙河阳，在知河南府、迁吏部，召为枢密使，拜统中书门下平章事。逾越首发居促赠太保、中书令、侍文康。蜀方言简重，有大臣体，居官身自易损，喜服土法，其居书时薄如也。初，前为演留守西京，欧阳修引诸为官署，修等颇尤厌。蜀后至，常立色戒修等曰：“诸君纵酒过度，毒不知寇来公晚年之祸邪？”修其对曰：“以修闻之，来公正坐，老而不知止耳。”蜀默然，终不怒，即为枢密使，守见修等，置之管阁。有集四十卷，周书音讯十二卷，唐书备问三卷，庄子指归三篇，列子指归一篇，戴斗奉实录二 ，PG 1141卷，即两汉赵义四十卷。子义公，义柔。义公字达夫，以因为魏魏四臣，姓田旦。慕唐王归之为人，数解官就养。蜀参知政事，至地西京，义公劝蜀隐年谢事，蜀不果去。终复丧，遂以尚书司门员外郎致仕，兼与浮屠隐者出游，洛阳名园山水，无不至也。以子登朝，累迁司农少卿促。义柔自慎之，为人抗直上气，喜论天下事，用因致殿忠臣。元好叛，尚被边选将之策。杜衍、丁杜宣抚河东，义柔欲疏言，河外兵饷无法，非义率臣转运使不可，应调其可任者。衍、杜使还以学术政事见知介丘县，庆历更用执政异议者，只为朋党。仁宗下诏戒斥，义柔上书论辩，言由切职。引诸与刘户真陈水落氏，自金元贬庆州。义柔送之曰：“水落一丈二，不足以拒贼。户皮将诸为将军，以天子命呼之不至，禄之不为过，故不敢专职之以听命。是诸不升将军之职而上尊朝廷，未见其有罪也。不听，犯众焉未食面，以管阁见之，除即贤效礼。欲苏顺亲奏抵会，罪作傲歌。时诸人欲遂亲政，党宰相张德相晏殊不可否。参政贾昌朝英主之，张方平、宋祁、王拱辰公牌不一立，致列状言义柔罪当诛，韩其为帝言。义柔狂与何足生计，方平等皆陛下近臣，今西垂用兵大是何县，一步为陛下论列，而同状公义王义柔，此其亦可见矣。帝感悟，但处兼赴周九，久之为开封府推官，盐铁判官。
凡中指所需不应法事，有思迎合以求进者，悉论之不至。初为两浙经东西转运使。上言经考克法区别常例能否避名，有显状，显状必取其根至心作大力。夫小正小善，积而不已，然后能成其大，取其大而移其细，将尽力图功，恐视之不举者。日多而虚名无实之风日起，愿参以唐四善兼取行时，列为三等。不行。PG 1142。熙宁元年，入判度之审院，召百官转对，议柔言人君之难，莫大于辨邪正，邪正之辨，莫大于治相，相之中邪，百官之贤否也。若唐高宗之李义府，明皇之李林府，德宗之卢杞，宪宗之皇甫伯，帝王之建也。高宗、德宗之昏蒙，故无足论。明皇、宪宗之聪明，乃必于二人如此。以二人之庸，犹足以治。或况宋六艺，挟才智以文治其间说者哉？亦盖指王安石也。判吏不留内权，旧制选人当改京官，满十人乃引荐。由是事多困制，且欲举者有故，则不用。亦柔请才二人及引荐，众论悉然称之。直设人院，知至告兼直学士院。董瞻玉名唐恩中，书熟状加光禄大夫，而就皆以特进，亦柔以文。帝谓中书曰：“非翰林，积何不为羌夷所效？”宰相怒其不升堂，用他是罢。其兼职千龙图阁直学士、秘书监知蔡阳亳州、江宁应天府。卒年72。亦柔少力学，通群书，为文日数千言。引诸见之曰：“闪而不留，志而不窘，与唇而立，气壮而长，未可量也。”十方以师父取士，亦柔去不为。范仲淹见士管职，以其不善辞赋，起事以策论，特听之。司马光常与人曰：“字无为，资治通鉴。”人多欲求官读，未中一旨，以欠深思税。能阅之中篇者，为望甚之耳。其好学类此。蔡奇，字子思，其先洛阳人也。曾祖婉为莱州交水令，因家焉。其少孤，依外家刘氏，举进士第一，仪壮俊伟，举止端重。真宗见之，故宰相寇准曰：“得人矣。”赵金吾给妻邹，传呼以宠之。状元给邹，自其始也。除将作奸臣，通判滚州，喜为州。以秘书沈著作郎直及贤院。仁宗初，为司谏，修起居住，改尚书礼部员外郎兼侍御史之杂事。前为掩守河阳，请驱赐镇兵前，张献太后将许之。其曰：“上兴即位，为掩外戚，请偏赏以示私恩，不可许。”遂 PG 1143。合奏为演，以起居舍人之志告，入为翰林学士，加侍读学士。太后大出金帛修景德寺，
遣内侍罗崇勋主之，命其为文祭之。崇勋因使人诱其曰：“去为祭，当得参之政事矣。”其久之不上，崇勋谗之，罢为龙图阁学士，知河南府。参知政事鲁宗道，故真留之，不能得。以亲老，改密州，喜应天府，召为右谏议大夫、御史中丞。太后崩，遗诏以杨太妃为皇太后，同才治军国事。阁门去，百官贺，其使台吏无追班，乃入白执政曰：“上春秋赋，习之。天下秦伟，今使清政事，岂以使女后相种称治乎？”遂罢御政，复为龙图阁学士、全三司使。有妃与传金王元衍为天下兵马都元帅者，捕得细狱，连逮甚重，帝怒，使其暗问之。其曰：“此小人无知，不足智，且无以安金王。”帝悟，具释之，拜书密副使，交旨虐其不仁，款以州自归者800余人，义者未不可。内其曰：“蛮人去报而归有德，却之不祥，请给金湖咸田使。自营若纵去，当不复还旧部，必惧而为盗贼矣。”不从。后数年，蛮国为乱，蜀大姓王其雄作杀人除名。其雄太后因家未更赦，复官。其曰：“果如此，法恼矣。”明日入奏事曰：“其雄是事杀人不死，又即受以官，是以恩废法也。”帝曰：“将义等与官可乎？”其曰：“以恩废法，如朝廷何？”帝免从之，乃抵其雄罪。前为掩复丁位，枢密提名，折削去寇。准信事云：“逆准不书。”其言于仁宗曰：“寇准忠义闻天下，社稷之臣也，岂可为奸党所污哉？”仁宗俱令磨去。郭皇后废，将立妇人陈氏女为后，其疾论之，拜礼部侍郎，参知政事。契丹祭天于幽州，以兵屯境上。府臣欲调兵备边，与其叠议地前，其画三策，料契丹必不叛盟。王曾与其善，曾与以简不相能，曾罢相，其意以户部侍郎归班。寻出之颍州，卒年52，赠兵部尚书，谥曰文忠。引人见其故，立诸彩绘。PG 1144。丧，由豪气思之。其方众有风采，幸谦退，不妄言。有善未尝自伐。丁未丙，朕欲其复己。其中不往，少与徐人流言善言罪废，其上其书数十万言得复官。言促又以女妻其子祥，所见旁及杨邪刘随段少廉，后律为名臣，使其五子以从子言庆为后。季末有一父子曰严嗣，严庆字仲远，中进士第，通判明州，历福建路转运判官，提点京东、陕西刑狱。神宗初，以及贤孝礼立开封府推官。有卫士告黄衣老簇统火入职，严庆查簇色辞疑烟，
寻之，果为所诬，即反作告者。是闻帝重之，加职使馆，知河中府。明年，同修起居住，直设人院，判留内权，拜天章阁呆滞，秦凤等路都转运使，以应半西河军虚功，进龙图阁直学士。王韶进师河州，枪断其归路。延庆曰：“兵士非无所疑虑，然主帅在南，不及援之，恐败国事。”遂袭兵复旧，枪解去。韶的全师还。转运判官蔡蒙和其善心，朝廷问之状，亦蒙他道。韶入朝，延庆设西帅。元系张登、羌城系伏兵北关下，遣其众29人委请来蜀，将举火内应。延庆参之，西斩以训，俘者枭溃。藩官诈称木真御将，邀大将景思立来迎。延庆令吴哲出，即为节制，虽有功一诛，思立不从，猝败死。喜知成都府兼兵马都前辖，本道就不至都前辖，致仕特命之。茂州羁縻州蛮族久，自推一人为将统其众，将常在州听要。蜀州居群蛮中，无城堑，为数鹿角为固。蛮旅夜入飘人处，缴获来赎，民患苦，亦郡守李琦请助臣。其上于朝，召延庆度。其力变，延庆下其事，其已去。后守范百常以为力，助之。蛮求速为清其土地，其霸住，不许。蛮数百掩至，俱却之。明日，又大至，进焚鹿角及民庐舍，引梯冲攻牙城，百常汉御杀耳。蛮酋乃退。然由其游绕四山，南北路皆为所据，城中不敢出。PG 1145。百常牧人间道告急于成都。延庆命与之和，奏起遣进上内城贡。今蛮氏召押班王中正往，中正受旨，凡军事皆令与都前辖议。将行，延茂去成都远，一与议，律师事机，请得专爵。于是事无巨细皆自处，延庆不复遇。兼司副中正奏延庆驱李师仪，置身边缓。喜知魏州人将为天章阁呆滞，下人与臧院麻以边境有谋，使人入塞卖马，立直以告。言庆曰：“彼疑，故来参。”直之，是臣其疑。曰：“马之受之使去，将立入敌境攘阳马，得而入诸境上，且告之曰：两境不相亲，则相保以安，故路以戒。若有之，亦当尔也。”下人悦服。常的安南行军法，读之，仿其志，部分正兵弓箭手人马，团为九将，合百队，分左右前后四部，队有助战、拓战之别，布其器械，每将皆同。以番兵人马为别队，各随所进分立焉。诸将之数不及正兵之半，乃所以制之。处老弱于城寨，较其远近而为区别，使番汉吴的相杂，以防其变。据为书上之。时路沿吕会卿一分化兵，延庆调其不变，神宗善其意，
赵之开、封府，拜翰林学士。以言者霸之滁州、丽营、洪州、富龙图阁。呆至，率高阳。月岁，复职学士，宜定武。元佑中，入为工部，吏部侍郎。卒，年62，赐钱30万，官匹其葬。延庆有学问，平居简黑，遇事能别白是非，所至有慧政。既为伯父其后，其晚的子乃归其宗，及家所有付之，无一毫。自与来人一焉。论曰：张献太后称制时，群臣多惜何用事。鲁宗道：薛奎、蔡奇参与其间，正色孤立，摩索回挠。宗道能举刘氏七庙之意，奎正母后衮冕为非礼，其从容一言绝女后相种称制之患。真所谓以道事君者于蜀汴间段誉为时良吏，在位又多见拔。名臣若请群臣立家庙以复古礼，皆知为政之本焉。PG 1146。列传第46。阳历宋时王四宗李昌龄从子弘肇安仁赴福。子良归孙君西城彭年。阳历字汝历，今赵茂人。曾祖守姓，唐山南溪道节度。同平章事，本宦官副公贾子也。祖之礼，后唐军州刺史。妇人。衍，入蜀事王室，为丹门令。蜀平，补卫南竹部，累迁永和令。立，建隆中举进士贾科。父丧，绝水江数日。扶除，以路不足。养母闲居无事尽意，相救遗书敦玉，立乃副官。解贺奉周团。练推官，遂于又以母及弃官。开宝九年，义阙献书，召士学。士院受陇州防御推官。入迁光禄寺丞，丁内监，起就职。九之转秘书丞，改屯田员外郎，知鄂州，以善政文。端拱初，真宗在乡底，迁库部，充记事参军，赐金子。初，广顺中，周世宗节至澶州，立志文见之，管接数日。世宗入朝，立处僧舍，孟古衣冠者曰：汝能从乎？立随往，笃公未若非人间。殿上王者秉归南向，总30余。立深夜之，罪上者前有案，至不录人姓名。立见几名居首，因请示修旧。王者曰：我非汝师。指一人曰：此来何天尊？一日汝主也，当问之。其人笑曰：此去40年，汝功臣与民亦显矣。立再拜，悟而至之。立出名利，以及作利，遂改之。至是，受命。夜见藩府，归位子曰：吾今见襄王仪貌，即所梦来何天尊也。千水部郎中。真宗引开封，立为推官。真宗常问立何年。PG 1147。及第，立为不对。后知其唱名第一，自悔失问，未立不已。科名自罚，甚重之。楚公见，兼右御德，转度之郎中。即位，拜给侍中，判例不全。未几，召入翰林为学士。咸平初，知贡。
举俄拜工部侍郎、枢密副使。二年，卒，年69。真宗枕道谓宰相曰：“历届执清苦，方当任用，据此沦陷。”即卯，与临其丧。立旧舍韦相中，臣愚不能进，不至其地，皆悯久之。废朝，赠兵部尚书、中史护藏。立为文尚凡，无诗法，每诗一题或数十篇。在翰林，至告迂怪，见者审之。有文集20卷。子乔至祠部郎中，亦至太常。博士翘至太子中舍。少子于至道初与张树宁堪笑真宗处敌。书籍真宗即位，皆赐进士出身，执使馆。于至祠部郎中，属宁至太常丞。宋时，字持正，今肇长安人。曾祖则，牧平令。祖赞晚年领父温故，敬天福中进士，至左不阙，弟温书亦进士，至直方员外郎，兄弟皆有实名。时又景物早孤与兄密立志笃学，事母以孝文。温书典耀州，时事行，代作兼奏，此敏儿立。温书抚背曰：“此儿真国气，恨无兄不及见也。”太平兴国五年进士，是贺将作奸臣，通判子周却言怨，就迁右赞善大夫。宋准见其文，拜著作郎、执使馆、赐妃。雍熙三年，已有补阙之至告，与王化基、李沆并命，人赐白金500两、钱50万。加户部员外郎与苏义简同知共举，而判刑部赐金子。淳化二年，邀倪道安送大礼段誉不当，时作累将军周团练副使。时母老，时留其事奉养。以汝州与王宇琛并召入为礼部员外郎，直招文馆。五年，以直方员外郎在之至告判，及贤院之营医通进封博司。至道元年，为翰林学士之审官院三班。又兼修国史，判昭文史馆事，加兵部郎中。真宗即位，拜中书舍人。丁内监起复。咸平元年冬改 PG 1148，给侍中、充枢密副使。真宗北巡，将赐大名，以护从军列为行镇，亲御铠甲于中。诸王枢密戒位以从，命使与王显分押后镇，驻毕数日，常召见便殿，方奏事，即作仆地。内侍耶出太医诊事，服问相继，以及即闻。明年正月，真宗临事，许以先归，赐亲入曰：“此镇常遇者，虽故案，亦足遇道途之寒。”又遣内侍护送公帐至禅州，卒年51。废朝，赠吏部侍郎。以子伦为太柱，淳为奉礼郎，弟某为光禄寺丞，湛为大礼寺丞，侄孙选同学究出身。真宗在信和硕追悼之，加赠行部尚书，谥曰中鼎。时风貌秀整，有韵集，气势冲远，好学，美文辞，善谈论。隐穴小音律，妙于一奇。
笔法遒媚，书帖之初，人多传效，喜引众后进有名者，又好屈人之极，当世世流，昔然宗养之。有文集二十卷。时兄密，太平兴国二年进士，至起居郎、直使馆、越王府，既是参军。温书三子，沆、谢、韬。沆，刚律，喜谈兵。太平兴国五年进士，立左正言、京西转运使、度支判官。淳化二年，吕蒙镇霸乡，沆作清党，贬益州团练副使，起为太子中允，换如今副使。咸平中，遣与梅巡使西京为安抚使，未行，罢为环庆路都监。与之环州张从古善发兵袭敌，不与部属夜谋，又士卒有死伤者，则受供奉官。后为文司副使，京西提点刑狱，促写有清洁，居长安不仕，与种放、魏野游多篇时惆怅。韬，端拱二年进士，历殿中丞、知乡丞县，以正祭文，赐妃于立言铁判官，累迁监察御史，知国州。淳及密子伟皆至殿中丞。王嗣宗，字希阮，汾州人，曾祖同节，保定令，祖呆驾，汾州防御推官。傅孟镇，陈州军事判官。嗣宗少力学自奋，由京师，以文业王佑，颇见优待。开宝八年，登进士甲科，补勤。PG 1149。周思寇参军。是御史陆冲之周氏为政科及盗贼群起。嗣宗陈坚及言其却失，冲大怒，系嗣宗于狱，又教无赖名被罪者送。嗣宗至狱往烂，朝廷遣殿中丞王廷范案之，俱获送者诬枉状。嗣宗乃的是太宗真和东，嗣宗臣边事，赵复行在，受大理寺臣，通判睦州，改又赞善大夫，徙河州。太宗遣武德促前察远方事，嗣宗谢宋京师，因奏曰：“陛下不委任天下贤俊，委信此辈以为耳目，臣妾不取。”太宗怒其横，遣使谢嗣宗下吏萧志会设副官，寻以秘书陈通判澶州，并河东西植数万株，以固堤防。上言本州却孤斗量，效以审斗不及七身，民犯思酿者三十以上作死，有伤身俊，臣恐诸道律如此治，望诏自京禀准审斗定罪，从之。入为三司开差推官，以左正言冲河北转运副使。时边境用兵，崔翰为大将，嗣宗每以苦言激其斩效，就赐妃于太宗。将义亲征，嗣宗上书言契丹必不治之状，甚见加纳，改左司谏，赐白金千两。入为度支判官，改驾部员外郎。七病，夜绝本司署门取药，为职官送稿所发，作罢职，请之。出知兴元府，徙京西转运使，又移河北，赐金子，被周萧劫促。五十余人谋窃发，嗣宗律吏悉擒之，幽诏嘉奖千余部郎中，赐钱百万。
至道初，宜河东转运使，以为镇报律文。喜之耀州，又之同州，加比布郎中，淮南转运使，江浙金湖发运使。杨楚间有宅家神庙，名有吉布尔庙，但节制寺以缴符。四宗彻其庙，选明方，刻石周门，自是民风稍变。初，漕运经四州浮桥州，多富壤。四宗喜至陈余，遂获安济。又见意外任官奉薄，贪位者获至封给，连景者终因贫愧，请以公田君赐之，就改职方郎中。咸平三年，以漕运称职，就拜太常少卿。余年，以右建议 PG 1150大夫充三司户部使，改盐铁使。常与杜之使梁鼎、户部使梁浩同对言曰：“国家经费甚繁，赋入渐少，加以冗食者众，由为好度，所宜裁节。若用度不足，即负重扰于民矣。”况西北二边未平，有馈运之繁，臣等会议，是可省者，愿条列以文，从之。明年，江郊寺四宗因条上印奉诸物以及工作，繁简杂物106000，省工99000。又言既省条奏，是有可记者，望令判使一员，撰录送使馆。诏以三司勿繁，不当日有转录，可逐记录送。会罢三部使，改左谏议大夫、知通进、瀛台司监门，下封博士，出知并州兼并代部署。州境有卧龙王庙，美琼东何进至祭，直风雪寒盛，老幼薄于道，四宗即毁之。转运使正文宝上其政绩，有诏褒美。先是，西边是马，以给北边战士。有疾弱者，即送阙下。数月道远多死。四宗建议，以焚州的粮，街楼繁诸间，美水草，请旧木放，从之。诏拜御史忠臣，大中降服间，真宗告业太庙。四宗立班师仪，应自守。真宗谓县官当守礼法，以其性粗略，不知则加兼工部侍郎权，判例不全。四宗刚果律意，摩索未旦，每进谏即谈时事，或及人间细物，颇清显好进。身底参知政事，逢枕之短，遂结宰相王旦弟婿，使达意于旦以为助。旦及其丑行，因力必枕，四宗大怒，知至告王曾从内侍孔勉家归门不睦，曾从东风至勉家辍名中毒的良药乃解，是以暴露。曾秘书方行大礼，愿罢推究。宰相亦以勉先甚厚，将有褒擢，乃引其事。四宗独未曾诬垢勉，俱反坐，乃求请席。会千语，四宗请对言：孔勉为王曾所送，倘朝只居问，加之锻炼，则勉终负冤枉。又侯德昭元赦续妃，年考未满，以欺诈得之，非吏部令使自首，亦无由之。言堂行首李永熙作赃除名，复引冲就职，寻宋权受令禄。真宗即召王旦等诘之，旦曰：“孔勉之罪，
朝议特为容隐。布令暗问，臣非冤枉也。得昭据吏部奏验，乃行致命，及其首。PG 1151。漏即以追夺。永熙先为县吏，作为本部节度使杨部书算除名。及言堂却人，李沆以其魁梧，因选拟官，复用为副行首。再审，知事四年，臣迭其班续用，因复送权。真宗曰：“只此，乃至汉邪。”四宗李屈，复以他辞清淡，但不与抗，乃已。明年十月，四宗复请对言，去岁八月至今年十月不语，素迈步登。及秋，演运苦语，何意害驾，行政有失，至臣灾枕，恐免冤枉，拨在人口，王曾上居进班，院士处退，以正朝典。臣请漏章以闻。真宗与王旦等曰：“曾实无罪，若四宗上章，亦须裁处。”旦曰：“免不善之计甚重，但以宣圣之后不欲穷，究为其冤枉，感伤何期，恐未尽礼。”赵安仁曰：“今若在行案问，免何能免罪？”王清若曰：“臣请审问四宗，若在居免，不能自隐，如何驱处？”明日，四宗复对，且谢前言之师。真宗亦忧容之，其强妄多此类。将四焚阴，以永兴重地，司的大臣才兼文武者正之。因为宰相曰：“四宗常自言之武士，可受连车以当辞任，宜召问之。”四宗愿奉诏，即拜耀州观察使，知永兴军府。真宗作诗赐之。时众放的告归山，四宗逆于传舍，礼之甚厚。放既罪，稍惧。四宗怒，以语讥放。放曰：“君以守薄的状元耳，何足道也？”初，四宗就是讲武殿，薄赵昌言茂，着首科，故放及之。四宗愧恨，因上书言：“所不兼并之家，轻于众民，临暴孤寡，凡十余族，而放为之首。”放地直无赖，据陵路桥采，周回二百余里，夺边盟后立，愿以陈书下放，赐放中南田百亩，喜放松山。书辞及于构辱，至牧放为痴妹。真宗方后代放，令喜居松阳避之。四年，兵宁陈兴善事节道，喜四宗之兵州兼兵宁环庆路都部署。城东有灵应宫庙，傍有山穴，群狐处焉，妖巫邪之为人。祸福名胜性相，水旱及一夕导之，民与为之会狐阴前。 PG 1152。此常例，皆先业庙，然后逝世。四宗毁其庙，熏其穴，得数十狐，尽杀之，迎四岁袭。喜之郑州，发边素兼赃，素作贬。四宗常言喜种放，绝冰狐，按边素为去三害。居二岁，召孩授枢密副使、检校太保，寇准为使。四宗与之不业，累表解职，授检校太傅、大同军节度，知徐州。四宗常游视州，别墅在焉，时人以为荣，移之河南府。
天喜出。改感得君节度，落下而言相惊。喜之陕州，在表请老，且求入。进遣使召还。交祀，改进南军节度。既至阙下，病卒，不能。朝夜，乃求再之许州，不复亦休退。寇准为相，素恶之，特命以左屯卫上将军、检校太尉致仕。表求面辞，以足及肩于拜起。特免舞蹈，许其子服业之。对数客赐钱百万，还许下。准贬。朝议以四宗藩府旧臣，特令月给俸五十千。四宗游牧宗族府。诸侄如己子，这一介以训子孙务的栖居，又令以孝经公建笔砚至矿中。五年卒，年七十八。废朝，赠侍中。谥曰景庄。禄其子二人，升二人官。四宗室三朝，最为素旧。所至以严明御下，尤傲狠，勿以丑言凌错群类。为忠臣日，常奉宋白、郭志、行秉七十不请老。屡请真宗斥其修制，又遣亲属讽讥之。及四宗晚岁极盛，有享。后禄徘徊不去，常谓人曰：“仆为此一事，未能免勿意。”众皆嗤之。四宗好为文，而札尤甚。奉祀之岁，近臣皆为宋。即宰相以四宗所传不足发挥甚德，虑为后所翘，乃不许客。十所著有《钟灵子》三十卷。子尧臣内殿臣至唐臣太子中舍。从子顺臣供奉官。隔门之后与臣太子中舍。李昌龄，字天熙，宋州楚丘人。曾祖阙，交水令。祖谭邯郸令。复运太常卿。昌龄太平兴国三年举进士，大理平。是通判河州。历江作奸臣，又赞善大夫，通判瀛州。京城开。PG 1153。金明池，昌龄献诗百韵，太宗加之，擢右拾遗，执使馆，赐妃。改右不阙，出之滁州。丁内监，起为淮南转运使，转户部员外郎，之广州。广有海泊之饶，昌龄不能以廉自守，淳化二年代还。初，运长典许州，有地在城中。昌龄包居资重西流驻焉，其至京城，但要物要器而已。会有言其贪者，太宗以为诬，诏赐金子卓礼部郎中于越为枢密直学士。昌龄上言广州市薄美，遂商薄至官进增价买之，粮苦相杂，少利。自今请择其粮者，官如价给之，苦者自其卖，勿进。雷、化、兴、白、惠、恩等。周山林有群象，民能取其牙，官进不得卖。自今一令送官，以半价偿之。有感隐匿及私事与人者，论如法，诏皆从之。是秋，出至省刑院于晋中。凡欲具上奏，先升省刑院，应副大理、刑部段副以文，又下省刑中副裁决，以副中书，当者行之，
否则宰相文以论决。命昌陵之院事。月余，又权判吏部。留内权数日，受右谏议大夫、充户部使。三年，改度之时，拜御史中丞。下诏御史台和行故事病。条奏以文，欲无大小，自忠臣以下皆亲临居问，不得专责所思。李继龙受命和硕征讨，不复台词，昌陵纠之，遣吏追骸罚俸。又和陕西转运使郑文宝身世边境，铸成杀器，轻便禁法，文宝坐贬湖外。至道二年，以本官参知政事，战谢便殿，太宗谓曰：“忠书正本，当尽用善良，博寻众议，以正道临之，即愿谤无由而生矣。”昌陵居位，颇选数软磨所见名。真宗即位，加户部侍郎，坐交节王继恩，贬中武军节度行军司马。咸平二年，起为殿中少监，会召群臣言边事，昌陵求面臣。事机不报，王军之乱，命之子州之杂御史范正慈和其广博肃犯，即代骸之河阳丁外监，起复奉朝请，以封样求领。PG 1154。小郡复得光州，就改光禄卿，即不能治事。转运使以文，命守本官分司西京，寻请致事。真宗曰：“昌陵素无清誉。”乃授秘书监，遂其请。大中祥符元年，卒，年72。废朝。陆子于清室将作监主簿。昌陵兄昌图治国子博士，弟昌言治太子中舍。昌言子敬卿、重卿、要卿，并进士及弟敬卿为秘书。臣从子弘。弘字仲刚，父克明，是治提点广东行御。弘进士及弟，是秘书沈教书郎，知涉县的产黄金，明书以大夫，后经节则其父如故。弘奏罢之，立之于前，善献，至有惠爱，欲使之。杂吕以简见之，改著作左郎兼丹阳县九岁知凌池县。刘军蔡其举为御史台推职官，拜监察御史，时召成都府乐公许朝天等补教房。弘言陛下即位，尚未能显言血之事，而守诏凌人，非所以广得美于天下。朝天等遂罢归，迁殿中侍御史。阁门使王尊度领皇臣，遣促刺事，告古人有为契丹奸谍者，补系皇臣司暗合，命弘复训。弘悉得其冤，抵促罪，将尊度曹州兵马都监，判三司开差司府郡汉。刘兴坠西南有身，会僧攘于文德殿。弘奏曰：“文德殿布政会朝之正位，每灾异折具资皇赞，本于其间，何以示中外？”改言铁判官，立子州、陕西、河北路转运使、迁侍御史。谏言西北九通好，世袭安逸，不知战阵之法，宜择良将，练精粗，去冗惰，食仓廪，封才用，为守预备。
举众士恒等数人，即奏罢贡于务仪进城，迁之杂事，全同判留内权，为三司度之副使，使契丹。故时奉使者以黄承簇二人与协察其举措，使者悉姑息以避重伤。前此刘随为所诬，作贬。久未复，弘使骸具言其往，稍徙随南京。除天章阁呆滞，和北都转运使、迁刑部郎中骸同知通进营台司进龙图阁。PG 1155。直学士知秦州促弘方借有力才，赌于交游，与刘言为友，言死一任子恩。观其子地位，起家三班戒职，杜衍建为阁门之后，镇荣军瓦亭寨都监，积劳累迁至河北原边安抚副使。韩琦建之保州，以左骑既使荣州刺史之雄州，治兵颇严，不事除船，数与患者争利。海积公使前铸米三千斛为长平仓，奏下其法他州，迁西上阁。门使留在任促子师中至天章阁呆滞。赵安人，字乐道，河南洛阳人，曾祖武堂，国州刺史，父福字大姓。